求扎我，他报仇。哎，那只是很开心的抛，他叫叩。你有喜欢你那个造型吗？我觉得很好笑，很好玩。当然我平常不可能做。是。 MV 就是二次创作嘛。是。嗯。所以那天的欢乐气氛，哎，那天的欢乐气氛是你硬盯出来的时候，真的是觉得很欢乐。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笑。尤其你知道，每次 S 啊，他要很表现他的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的脸很好笑，因为他会讲。 然后我就讲了两次，他说真的有吗？真的有吗？他表现你的爱，因为导演就会说好，你拿饼干给他，然后你要秀饼干，就是温柔的笑，就这样。他学我，他说你干嘛成为你？我说有吗？然后过了两次，他就看那个荧幕，他心里面是不是有点疙瘩？有没有？因为我就想说我应该是漂亮的，他说你要舍不得他走，我就说好，然后就。 真的很好笑啊！所以那天真的很开心。剧情就是说夫妻相守到老吗？就是年轻的时候好像很开心，然后到老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就是你知道动不了，然后就也很想要再回到以前，然后跟着音乐跳舞，可是就你知道起不来了。他 ending 快乐不起，这是开心的歌。哎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虽然很喜闹，可是里面真的有人生的大道理。 怪不得他跟你聊，我还能快乐多久？因为这就是他歌里的处境啊。因为老人那段好像是你自己的 idea， 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你真的很怕你就是年长以后会跳不动啊。嗯，我觉得老哈没有关系，可是健康很重要。嗯，所以如果老了不健康，我觉得很辛苦。那你接下来如果，哎呦声音好大声，内伤刚好。你接下来演唱会还是要追求那种说你在全场狂奔跑来跑去，都不会感觉到气喘。对。 我现在还能做啊，我一定要这样子做啊。可是需要降key吗？有些歌要，有些歌。哪一个？比如说让我一次爱个够。那个你要降key吗？要降啊，要降个半音的。原 key 是多高？原 key 就是 A minor 嘛，就拉嘛。那个音就一直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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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一直在那个。你可不可以用认真唱原 key 给我们听？让我一次爱个够。 给你我所有，很轻松啊。没有啊，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唱30首歌的话呢？而且他这一句重复很多遍呢。对啊，因为这首歌从头到尾就一直在这里啊。<咳>那你降，我看你降半个 key， 我听得出来吗？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给你我所有。差好多哦。<笑>你听得出来才怪了，你呢？真的差，你这个第一遍是那种人吗？差很多。你们听得出来吗？有差。OK 啦。 但是你们台下的歌迷听到，我在台下会听不出来，听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你为什么会听得出来？因为你前面有比较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唱低一点的 key 的时候，我可以更加强那个声音摩擦。怎么样？你刚刚加了吗？我没有加。加什么样？比如说让我一次，我可以让我一次，我可以这样唱。你这样不是更累？对啊，降 key 的每一个。比较低啊，所以我会自己调整。那你现在海豚音还可以吗？我现在唱是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如果没有就算了啦。 FF key。好，一句话。好好。我还没叫你是在笑什么啦？你刚刚走很久，你这画面很可怜。你知道，走音那个画面很可怜。我要唱了。好，来。 Somewhere in heaven。好像比之前低，对不对？有低什么一样啦？一样吗？对呀、啊，而且他在演唱会就会。
Somewhere in F， 不是没有准备好，然后你之前还要笑我，这样怎么唱歌啊？演唱会等了40分钟，演唱会变4小时，因为很多段都一直在转，所有人都，所以你演唱会还要再表演海豚音吗？会吧。可是要走1小时的音，观众都出去买喝的才回来。那请问你这次找他唱的时候，你有担心他的演唱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可是因为我们金曲奖合作过嘛，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底线在哪里。所以你对他后来的表现都满意吗？满意啊。你知道他今天要跟你在现场合唱哎，我超期待的。录音跟现场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录音又录得好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场会，他现场会怎么样？那时候我们在放歌给很多朋友听的时候，没有人猜得出来是他唱啊，大家都在猜是线上的一些女歌手。OK， 像谁？可以讲吗？可以啊，因为今天我们所有人的名字不是都没讲吗？可是这是称赞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像的那个歌手是本身会唱的歌手吗？算是不错的。OK， 哎，谁？比如说有人说，哎。是什么萧亚轩吗？是张韶涵吗？等等，那都是会唱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想，哎，那最少他的 vocal 是有进步。所以你后来说出来是徐熙娣的时候，他们有哈吗？有啊，有哈，是嫌弃的哈吗？他有人说哈，他怎么会唱哦？我没有后面那句哦。啊，我想应该有怎么会找他是这个？有一点惊喜，也有一点惊吓。哇，我说听不出来吧？那我就很得意啊。因为我觉得最少我们一起把那个 vocal 提升。可是你得意什么是他唱的？哎，第一点我有这个慧眼，第二点我可以把他的 vocal 调到一个高度啊。OK， 有了那个。可是他找你唱是有故意挑一首比较轻快的歌，是不是？他有挑，因为他在录音室，我们在那个对 key 的时候，他都说这首歌要邀我跟他一起合唱，然后他就又放了另外一首歌，就是很好听，可是。就是不是像这种轻快的舞曲，我就说这首歌我喜欢呢，我可不可以唱这首？他都说这首你恐怕，然后就说你这么不相信我，他说没有，我是觉得你会把这首快歌诠释得很好。就他把你喜欢那首歌拿去给谁唱？好像你自己唱是不是？哎，没有，还没有，也许下一次会有合唱者吗？那首歌我本来写的就是男女对唱了，他喜欢的那一首。对，那你不给他唱，你是要给谁唱？没想到啊，那他会不高兴啊？会吗？会啊。好，那你就不高兴吧。唱我的，我等下不跟你合唱了，我看你怎么宣传。你这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不等我们唱完再问呢？真是。你另外一首歌要找谁跟你合唱？你说，如果我要唱，你觉得我可以胜任吗？我们来练，练到你能唱，我再发，可不可以？可是要化老，演必要化老妆吗？你刚刚讲 MV 的时候口齿不清哎，你自己这边也在飘。你很怕 MV 化老妆，你说不化老妆，我们就不化老妆。他说练到你能唱的时候他才发，所以到时候可能你们已经60岁了，你们也不用化老妆，你就直接老妆上场。因为哎，那首歌真的比较难，所以等一下是边唱要边跳吗？边唱边跳，还要跳？你前面先跳，然后后面唱的时候好好唱。那会有脸贴脸吗？其实。ending 要不要？你什么嘴啊？你怎么用那种陈慧明的嘴出现了？要不要脸贴脸？好吧，好啦，徐熙娣跟庾澄庆，好紧张哦。想念你，我不要不要离开你，但是小狗想出去，我的心就像那热锅上的蚂蚁。哦，我会等你，我会想你。
就像蜜蜂和花蜜。Oh my honey， 谁能比我更爱你？我和你粘在一起，就像蜜蜂和花蜜，那么 juicy， 那么 juicy。没有的，怎么为什么生气了？生气了，什么事情啊？不是我最后一句音好像跑掉了。没有啊？有吗？有吗？等一下我 playback。算了算了，你们自己慢听了。他昨天夜唱，哇，整个就放开了，哇，觉得自己唱的不错，对不对？好听，只是最后一句音那个。可是很勇敢，因为你都是自己，你要自己开耶，就是那个句子你无法依靠他。是。而且我在唱第一个字，你就要自己抓音准啊！而且我还没有一张哦。对对对，没有找，没有找音。而且难的是，我要唱的时候，他还要跟我合音。对。所以万一你知道那个基础打得不够深的话，很容易被他抓走。而且他唱到激动的地方的时候，还是会露出吃到那个的表情。你说屎啊！真的、啊，你当时没有，我都不敢提醒你，又怕你分心啊。对啊，我看到他，我就觉得哦，好可口的感觉。我像屎啊！庾澄庆不假思索的回答，小威则吓到印象都湿了。几个重要的节日，还会传简讯关怀他吗？不会。